们午安 ，OA Coach 分享均衡饮食，与您共享午餐时光，选择对的食物啊，让我们吃的身体健康没负担。那我们要怎么选择对的食物呢？我们今天一样邀请到马街纪念医院营养医学中心及慧心营养师来跟大家分享怎么选择均衡饮食，让我们吃的健康，身体不发胖。好，那大家好，所谓的选择不当呢，指的就是我们选择的不均衡，而不是说我今天不能吃猪排、炸猪排，或是不能吃什么东西，而是你整体的搭配是不均衡的，这我们所谓的饮食选择不当。那尤其是现在外食非常越来越方便，只要你手机按一按、滑一滑、点一点，餐就送到你的面前来。真的，尤其是现在的人最大的问题，连动都不用动。那统计之后发现，其实现在外食最大最大的问题就是太油、太咸，没有蔬菜，这是造成我们身体上非常大的威胁哦。那除非你是去买一些健康餐盒，比如说 DGI 便当啊，对，能量便当，什么 Energy 那些便当，你每天都吃那个，但其实那价格不低哦。你每天吃那个的话，那个另当别论，那个可能还稍微好一些。那这样子的话，不然其实很容易造成体重过重跟肥胖。这应该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我要到底怎么样选择可以让自己就是均衡的健康饮食，也不会变胖？那我这边刚刚其实慧心讲师，你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饮食的不均衡。我想问，不均衡是什么意思啊？有没有一个名词可以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怎么样选择会比较均衡？那均衡指的就是六大类食物，大家应该都听过六大类食物。六大类食物，我们至少一餐至少要吃到三种哦，这样才叫做均衡饮食。比如说吃饭、吃肉、吃菜，这样我们整体还会比较好一些。那我们这边有国健署建议的餐盘，今天假设你今天去了自助餐好了，你拿了一个纸盘子，可是我要怎么夹才会均衡，才是我们所谓的健康饮食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图片，这边有一个餐盘，这边指的是可以看一下右下角，这边有一个主食，它指的是占了四分之一个餐盘，这代表呢我们的主食类要占我们一整餐的热量来源的四分之一。那右边的话是蔬菜跟水果，它还更占了一半，就我们这一餐的一半的热量。最上面的肉类跟蛋白质，豆鱼肉蛋类，这边占了三分之一左右。好，这个餐盘的每一类的比例，就代表你这一餐吃东西的比例。如果都有吃到的话，代表你这一餐是均衡的。哦，原来这样子。那我另外想问，因为刚刚我说餐盘的选择有分类，然后还有大概的量。那我想问说，如果说今天，我想荧幕前的大家一定会很想知道，我们这均衡饮食六大类啊，它没有分别一些细项的介绍？哦，有啊，它像是会有全谷杂粮类。所以这个全谷杂粮类会等于像是我们的主食那种淀粉类吗？哦，对对对，淀粉类除了我们常常听到的饭面啊这些，你还有听过什么？饭面、面包、面包也算哦，水饺皮也算。还有没有什么？我想问，就是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其实它外表或者是什么东西，我们实际上看到它会觉得它不是淀粉类？但我们大家就会把它当成是可能是蔬菜水果类一直吃，可是实际上它算是淀粉类。我们最常遇到的就是南瓜跟玉米这两个，大家在自助餐当成配菜拿来吃的东西，其实它是主食类。我超爱吃南瓜，只要去自助餐有南瓜我一定会夹。我想问，如果我饭也吃了，南瓜也吃了，那我这样是等于今天吃了两碗饭在中午的时候？就是，看你的量是吃多少。太可怕了。这边的话会有六大类食物，它到底各自提供了什么营养素呢？像是全谷杂粮类，除了你觉得这提供碳水化合物糖类的部分，对对，它其实还有提供一些一点点的蛋白质跟脂肪，但是占的比例不高。它有一些维生素，维生素 B12 B1。 所以其实这个主食
我们还它还是会有一些维生素的成分，对对对，所以基本上不要说因为我今天觉得我可能有点胖了，我要控制体型，所以我选择不吃主食，这样好像有点不对哦。所以你刚刚有听到慧馨营养师有讲，它还是有一些营养素是我们需要去做摄取的。那如果除了这个细项我们要注意想要瘦的健康主食营养摄取之外，我们其他的品项呢有没有什么东西也是要我们特别留意跟注意的？还有其他还有第二类是乳品类，乳品类提供了蛋白质，还有我们最常听到钙，还有维生素 B12， 也都是在乳品类里面。乳品类，对，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大家知道喝牛奶就是要补充钙质。那除我们现在已经讲了主食还有牛奶，其实我们最常听到大家都会讲说，哎，我今天有均衡饮食啊，豆类、鱼类、蛋类我都有吃。那在这个区块的话，我应该要怎么做选择？这边呢，主要是提供蛋白质。这边很常听到是，我不喜欢吃肉。那我吃蛋多一点可以吗？蛋的话，那就要看你的胆固醇了。对，那其实这一类最主要的是素食者，他必须摄取足够的蛋白质的豆制品，就是他很重要的来源哦。那如果说我今天午餐或者是晚餐，我是外食族，针对这个区块啊，豆类、鱼类、蛋类，那这个区块的话，我是全部的品项我都可以选择。好比说，我就是喜欢吃这个项目的东西，我可以餐盘都加吗？还是说我只要选择大概多少的分量？因为我之前看影片，有人说一个拳头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分量，我要去抓。嗯哼，那基本上这部分的话，针对豆、鱼、肉、蛋类，它的分量怎么去计算呢？可以 用到手了，女生三只手指头这样子，三只手，这样算是一份的肉，一份的肉。对对对，那一般正常健康的女性，我们一餐的肉量大约占2块到3块左右。哦，两块到三块，就是2到3两的。所以记得要去买的时候稍微比一下，哎，这块肉合适我，记得把它夹起来当你今天的午餐或晚餐。那我们其他的蔬菜水果类呢？蔬菜水果它主要提供就是维生素 C， 养颜美容，对，这是一定的，大家都很需要。水果啊，还有水分。那我想问，就是人家有说蔬菜啊，它有分说，哎，你什么有人妈妈都会跟我们说，深色要多吃，然后浅色蔬菜可以不用吃那么多，是不是有两者也有一些差别？其实两个都算蔬菜，在我们营养学里面，其实他们两个就是蔬菜，都一样摄取一样，两个都是一样好的东西。哦，那有没有说什么东西我们什么样类型的蔬菜需要多摄取一些？什么样类型吗？像我听有人听说花椰菜有什么青花素是吗？那个其实你正常每样都吃，每样东西都过犹不及，都要平均摄取，其实这样就好了。不要把淀粉类的当成蔬菜来吃就可以。刚刚说到的玉米，对，玉米实际上算是蔬菜类吗？玉米本身是淀粉类，玉米笋是蔬菜。大家有听到吗？重点哦，玉米算是淀粉类，只有玉米笋才算是蔬菜类哦。所以吃饭的时候不要像刚刚就是主持人一样，把南瓜也当成蔬菜，可是南瓜是淀粉类，这样多记了一个，玉米也是淀粉类，只有玉米笋才是蔬菜类。哇，所以实际上每一个细项都有一些地方我们要再多多注意跟留意。那讲完了蔬菜，那我想问水果类呢？水果类我们就可以用拳头来讲了。我们女生一颗拳头大小的水果就是一份，这是一天一份吗？一天建议量是两份，两份，所以我可以吃两个拳头大。哦，这样其实蛮不错的，你可以在可能下午茶的点心吃水果，或者是饭后再吃一点水果。那我另外就是很多要减肥瘦身的人，我听到大家都说，哎，这个好油，我不要吃。我想问，油脂跟我们的均衡饮食有关吗？当然有。就刚刚有提到，之前提过的是我们六大类是这手掌，我不可能把我的小指去掉嘛，因为小指代表的是油，所以代表我们这个油脂在我们饮食生活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它重要的点在哪里？它是帮助我们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哦。哦，所以脂溶性维生素是大家印象中那个维生素 E 吗？维生素 E，A、D、E、K 都是。所以大家今天有没有针对就是饮食均衡六大类分别的细项啊，有没有听得比较清楚？另外就是说，其实大家在针对食物上的摄取啊，如果说有任何不懂啊，都欢迎可以上网查询。那其实我们今天听了这么多，我还会想要问哦，
那如果说、我今天三餐都算是正常吃，是不是也会不健康啊？那就看你的定义，正常吃，然后吃了什么是有关系。那大家大部分人应该都知道，肥胖会造成不健康。对。那前面也提到，国人十大死因之中有八项跟我们肥胖有关系。对。所以呢，因此就算有正常三餐吃固定吃三餐的人哦，他就算食物选择的不正确，比如说他的早餐就吃炸的，然后吃了很多重口味的东西，哦，甚至没有吃菜，不喜欢吃菜，这样子都有可能造成我们、肥胖增加的风险哦。好，那其实我另外还想要问，就是也包含我自己啦，因为其实现在啊，外食族非常多，很多可能大家是职业妇女或者是职业爸爸妈妈，早上可能也是带小朋友去外面买，午餐跟晚餐也都是在外面买。那我想说，如果今天我们是外食族，三餐应该要怎么样做选择？嗯，好，针对这个题目，主持人你问这个题目非常好，因为我自己也是，就是外食，所以我觉得我要好好的选择一下。它的题目非常非常的广，这个可以讲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课没问题。那我们希望，所以我们之后还可以再遇到你。长话短说，简单来说，现在外食统计上就是太油太咸呐、啊。那加上每个人的对于均衡饮食这四个字不是那么的有概念，或是他的食物分类不是那么的清楚，造成我选择不当就吃错了。所以呢，我们这边要教大家简单记忆，就是刚刚说的一直在提的，我们六大类食物用手掌来记忆哦。好，那至于食物分类，大部分容易搞错的东西，其实前面也一直在提了，最常搞错的。我们在医院也常门诊啊，遇到一些病患啊，尤其是糖尿病患，他们进来最常搞错的就是说，哦，我今天有吃饭配菜，阿姨，那你配什么菜？我配玉米，其实玉米、南瓜还有黄地豆，这些其实都是淀粉类的东西，就有点吃饭配饭的概念啊。但你刚刚讲这三个项目，其实它是自助餐店的常胜军诶。对，最常出现的，而且基本上淀粉类，因为它便宜嘛。所以大部分人也会常用来煮东西、哦、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吃的这些食物、我是不是需要稍微减少一下我主食类的分量？嗯，没错哦。如果我今天主食是吃饭，假设我今天本来就吃一碗饭，我平常就是吃一碗饭，但我今天配菜我想要吃点玉米、南瓜，或是甚至其他，我点心想要喝个绿豆汤，他今天的汤供应绿豆汤、红豆汤，我的饭量要再减少。那至于减少多少，那个是需要专业营养师去评估的。这边可以小小简单的给大家一点点的代换。好，一条玉米，平常一条玉米应该怎么？10块钱，或是6条100块那种，一条玉米等于8分满的饭。对，一条玉米相当于8分满的。所以其实那一条玉米吃下去没有什么饱足感，你也等于是大概一碗。饭的热量，对，可能我今天嘴馋吃个两根，我吃了一碗半的饭了。天哪，我现在听完，我觉得未来的一段日子，我应该要好好的说一解释，不是不能吃，而是觉得吃上面要选对食物，要好好的搭配。真的，我们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就是慧馨杨菜跟大家分享。我相信就是在针对均衡饮食这个区块上面啊，还有很多的东西可他可以再做一个讲解跟分享，也会有很多的细项。那如果说真的细项大家真的没有那么清楚，还想要更了解，真的非常欢迎你就是在上网搜寻一下，因为这些知识对你我而言啊，真的是非常重要，也息息相关。因为只有吃的健康，我们才会身体没负担也不发胖。那当然，我们今天除了原本的主题之外，我们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我们微光天使计划一直都在实行当中，现在就需要你来加入我们的行列。如果你今天、觉得一切都很丰盛丰足，我有多余的精力跟金钱愿意来帮忙，那这个地方非常的需要你。你可以透过，假设你工作很繁忙，你可以拨一点点的、感恩奉献来帮助偏乡地区的小朋友，可以让他们资助他们一些日常生活所需，哪怕是笔记本啊、教科书，或者是他们的营养午餐的费用。那如果说你今天觉得我时间非常空闲，或者是我可以搭配的运用得宜，非常邀请你来加入他们的陪伴计划，可以教导他们读书，跟他们谈心，甚至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得、有我们真好，有我们给他满满的温暖跟爱。我们下次再见，拜拜。